大家好，我是阿顯。今天我們起舞是西九來到 Amplus 和很多朋友聊天，拿了很多舞蹈靈感，不如一起來見下我們的起舞大人吧。 Hello， 我是 Sophie。 Hello， 我是阿 Pim。 Hello， 我是 Fiona。 Let's make a dance。 咁想問一下兩位，這個鐘數吃了飯沒有？我吃了。吃了？吃了什麼晏晝？茶餐廳。茶餐廳，介唔介意分享一下吃什麼？芙蓉蛋飯。我是一個早餐。我想用我是一隻蛋，我會用這個好滑來形容我這個好滑的蛋。嗯，是一粒靜靜雞靜雞雞被人煲熟的飯。除了跑這個動作之外，那個夢境有沒有發生其他特別的事情？比如我覺得，我的腳好像很重一樣，因為很努力想逃跑，但是身體好像不聽話一樣。之後問下你們先，有沒有一些 hobby， 一些興趣？好，就用這個動作，就是唱粵曲啦，是啦，之後呢就很淒涼的。好，多謝你們接受這個是啦訪問。 Thank you， 謝謝。哪一個地方你覺得最難忘，或者你覺得人生要再去多次咁樣？滑雪咯。滑雪。係啊，去韓國滑雪咯。去韓國滑雪，滑雪嗰度有啲好快嘅落車速度，我俾啲速度，去。係咁啊！咁你頭先係點樣過嚟呢邊㗎？我搭巴士。好，咁你搭巴士上咗車係咪雙程咁樣㗎？我確實兩個，咁你行樓梯上去，跟住揾一個位坐低下 ，up down up down change up down， OK， thank you thank you， 陣間五點鐘見 ，Matthew， 好，拜拜 ，OK， 拜拜。Hello， 我係 Sophie， 我今日同我 Jessica 傾偈，佢話晏晝食咗蝦。Hello， 我是顯。今天我和 Rainbow 和阿培聊天，他最深印象的展品是西瓜波。Hello， 我是阿 Pim。 今天我和黃之恆和黃樂恆聊天，他們分享了在每一日搭跑吧的故事。Hello， 我是 Fiona。 今天我和 Peter 聊天，他告訴我他看到一張圓圓的藤椅。